小直一直都是懂礼貌、积极向上的正能量代表。我们听过无数人在和他们接触过之后对他们的赞扬，那么如果三小只集体展示嫌弃，脸会是怎样的场景呢？王俊凯是在嫌弃自己，还是嫌弃被女生牵着手啊？你这是赤裸裸的嫌弃，感觉好想把自己的手剁了。拍摄全员加速中的时候，王俊凯还是个宝宝，看到别人谈恋爱那个嫌弃的样子吗？有本事你不要谈恋爱，不然让你看看自己当时的表情，这嫌弃的都不敢直视了，都开始回避了。旁边的肯定是另外两只吧。王源这是在机场吗？这么夸张的嫌弃也不怕出丑啊？这么丑的表情反而觉得你很可爱着？好吧，你赢了。王源，你这是变嫌弃连表情包了吧？谁给你做的合集啊？千玺红学，你这个嫌弃连有那么点做作了哈，这种太直接的方式明显不是你的风格，谁逼你这么做的，对吗？这种无意中翻脸的方式才是你的专属，嫌弃于无形之中，这种幼稚又可爱的嫌弃三小，只是一个比一个厉害了，保持这种童真。